阿妈，你晒了几筐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白。今天老妈在我们楼顶啊晒红薯干。今天天气比较好啊，出太阳了。我们是现在是下午的4:30。今天老妈因为是中午蒸的红薯嘛，晚上现在是把它切成片。宝宝放了，宝宝，他能站一会了，哇，好厉害，宝宝。妈妈，你怎么不切成片呢？这个不搞错。这一块一块的好吃一点吗？好像你去年都是切片的哦。你今年改革了。爸，走去看一下妈妈给我们弄什么菜。小西，先弄什么菜啊？辛苦了。妈妈去晒那个红薯干了吗？对啊。炒点虾米给你吃啊。好香。就是家里没热水了，昨天我们把火锅那个香菜也吃完了，没有了。那应该有，那香菜上次拿了很多过来的，应该还有，找一下。刚刚找到香菜了，那你尝尝。宝宝，你在动什么？看一下你妈妈炒菜呀。这个虾米是我的最爱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刚刚试了一下，还蛮好吃的。好了，你就吃个猪血丸子，好不好？吃点这个青菜。